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小茹，大家好久不见了呀！欢迎大家来到最 OP 的传说挑战赛。首先呢，在我们今天所有活动开始之前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 OPPO 在 AWC 世界杯的期间的力挺 MOP。MOP 呢首次踏上国际赛事的舞台，就展现了高强度的抗压力，一路闯进了总决赛，与泰国 RPL 赛区的 Talon 激烈缠斗了七个回合，打好打满。MOP 最后呢是拿下了 AWC 国际赛事的亚军，被粉丝们封为传说对决最传奇的队伍了。所以各位挑战者们，想要更亲近传说中的战队 MOP 吗？今天就是要来回馈大家了。除了可以跟 MOP 呢一起组队来玩传说对决之外呢，最大奖还可以来抽 OPPO 的手机。今天呢，我们更是邀请到了人气的队伍 GLM， 要来跟 MOP 正面对决。这边要特别说一下，这一次比赛的手机呢，都是使用 OPPO Find F3 Pro 来进行的。这支手机呢，我自己本身也蛮爱的，在相机的部分呢，搭载了十亿色彩，而且双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，非常适合像我这样子啊，爱玩游戏，然后又爱追剧，重点是爱拍照的人哦。要来到这个了，看到吗？搜寻 OPPO 这边，它就会有这一篇贴文，可以参加抽奖，可以抽手机 OPPO 的手机，还有 MOP 的周边，这很大方哎。真的要谢谢 OPPO， 真的谢谢 OPPO 爸爸。今天呢，除了小茹来为大家主持之外，我们也特别找来了在传说对决呢拥有饶舌 rap 主播之称的阿涵，要来为大家呢一起来转播今天的精彩赛事咯。感谢小茹的介绍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即将要来播报的赛事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MOP 对上 GLM 的部分了。今天的话呢，是一个比较偏向表演赛的性质啦，所以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大家哈，放松心情来看待，然后呢，抓好你的这个晚餐啊，喝的一些东西哦，来享受今天的比赛哦。刚刚摩隆克德也是被 MOP 给拿下来，下半部分的话呢，则是泰雅跟。这边的话呢，汪亮直接转进去，硬是使用单步枪瞬移之后往右做进攻，这一波是一个单杀掉啦，泰雅是单吃掉了卡芬尼。这边的话呢，眼炎又是盯上对方吕布之后呢，两个大绝已经用过了，克莱斯开启大绝之后呢，侧面这边的话呢，雕城蹲到了对方小金加人头之后呢，眼炎这边是失血往侧面做逃生的，佛伦往前滑进去，再滑一个卡芬尼的人头啊，这边剩下伊格还有克莱斯是活着的。这边刀锋，哎呦，硬吃了一个伊格大绝之后呢，又是选择要进攻对方，而且是直接失血大夫掉了。特别这边的话呢，看起来也是不太妙了。看这一边，演员的话呢，直接红 buff 往前刷新之后呢，想要来往前追这个小金小金，瞬间被秒杀之后呢，侧面这边克莱斯的位置也很危险。开启大绝之后呢，貂蝉这个预判兵没有兵到后面的话呢，卡芬尼使用弹幕下了下来，想要救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所有人往前做进攻之后呢，这一波只剩下吕布还活着，而且刀锋的话又是叠到自己的两层被动之后呢，还想往前再抓人。这边的话呢，大绝直接跳上去之后呢，是瞬间融化掉了。这一波 MOP 打出了一波 Ace， 看起来应该是一波 Endgame 的。恭喜 MOP 9分40秒钟的时间，23-5的比分拿下了这一把的比赛。我要去做一件事情。哎，是要去集掌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像每次看他们打完之后，都一直觉得看他们自己互相拍，就觉得好想参与哦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先请我们的队长可爱先来这边，来，谢谢。我可以坐你离你这么近吗？会不会被不会第一次去打国际赛，你觉得跟在打职业联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就是跟自己赛区打起来的感觉不一样，感觉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在AWC 世界杯的期间，有没有碰到比赛的压力？然后你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排解的？也还好，就是没什么感觉，当正常这样子，就跟平常差不多。这一次其实直接闯进了总冠军赛，虽然说最后硬碰，但是呢，你们拿到了亚军。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结果。你自己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新的期许之类的？目标是先放在世界赛啊，如果进世界赛就是
目标就是世界冠军。哦，目标再次对准了世界冠军啊！刚才是聊跟比赛相关的嘛，那现在就聊比较轻松一点的。有时候看你自拍好像不是很厉害哦，你的拍照吗？你的拍照技术是不是有被人家嫌过？好像有。但是用这一只手机之后有没有变厉害？有，用 OPPO 手机之后自拍变得更好看。很喜欢这只手机，对不对？喜欢。谢谢可爱啦，谢谢。我们的游戏规则还是要请大家务必来帮我们遵守一下啦。天哪，我的游戏规则还没有讲完，你们就已经满房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然后我们现在呢，选手使用的角色会由我来指定选手。演员待会使用的呢，要用坦克；夜曲呢，用战士。凯文哥哥，你要玩射手哦。法师的话。就可爱了哦，辅助角就让你玩了，好吧，微微，加油！好，那其他玩家们呢？你们要用什么角色都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哇！哇！结束了，输了三只过来这里好了，我们来交互蹲跳。第一趴没有讲好，临时 Q 他们出来交互蹲跳十下哦。交互蹲跳是什么？交互蹲跳，怎蹲下，然后脚坐。你是要想要 Q 我坐一次？没有，我还没到目的地。我想看示范。我们先交互蹲跳怎么做？交换，对，坚持蹲一下，十下，对，十下，好，来停。哎，我四下了。开始，八、九、十，好 ，OK。好闹，爽哎。那现在劝局一下。对，你跟演员换队。我也想指定，你也想指定吗？可爱玩射手，演员玩辅助好了。伟伟来个刺客吧，然后 Kevin 来个法师，也许来个坦克。现在被发现啦，没错。好，这边的话，艾迪的位置很危险，往这边拉，这个护队有成功把他救下来，做的反是艾迪，反是这边海雅先行搞掉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叶娜进场也是很漂亮，带走对方的飞泪哦。连这边跟夜曲的对决，哎，就是要杜米啊，硬生生的把这个那个位置失血逃生。下一局会看到这个哇，移动。肯定也很乐意发福利，但是这一边，哎呦，万象配上瞬移往前硬转，这边的话呢，有把血量打残，自己的黑暗之刺也还是在的，但是的话呢，被瞬间打掉之后呢，第二个位置很危险，第二个摸他屁股了，哇，哎呀，二技能转死了这一个莉莉安娜，哦，是你们，哦，部分叶娜也开始补屁了，哦，等一下要补屁了，要补屁了。一哥出来回来防守，有三个，没有母屁，没有母屁。他还有涅槃呢，他会站起来。停掉，拜拜。换另外一边喽。是这边换的，想要硬卡可爱，这边在硬 A。夜曲扛住了这一波，看起来应该是因为他有带风塔。哇，结束了。16:07的时间，恭喜蓝方获得了这一把的胜利。来，输的站出来，输的站出来。我们的伟伟小公主又输了，还有凯文哥哥又输了。刚才呢，有粉丝敲碗说想要看你们学你们的 main 脚的动作，看你们要学谁啊？观众要猜出来才有算哦。我可以先。好，凯文哥哥先，太简单了啦！哪有这个？古墓啊！好了，给过。让观众猜到，观众猜到才行。好，我回来，哪有人家这样子的呢？对，有猜到古墓。是拉出蜜蜂吗？有吗？是有猜出来。OK， 好，换演员了。请你持续那个动作，让他们拍好吗？赶快截图。手手先放好。有吗？我猜到了。有人猜吗？苏里，好了，给过。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我弄成这样。睡美颜，真的睡美颜。我们现在呢改玩随机单周，只剩他一个人没有被惩罚。那最后我觉得接下来呢就是夜曲一个人。跟观众一对，然后他们四个配一个观众，然后一样随机单中，然后夜曲还不能换脚 ，OK？
那刚才有很多人说想要看演员的视角，那现在这一支换演员来玩好不好？所以待会啊，如果你是跟叶许同队的，有没有？你就尽量啊，直接冲塔啊，被塔杀啊，这样子吼。唱歌是叶许没办法唱吧？叶许有在唱歌吗？没在唱，就更要唱。心结哦。没有，训练一下。等一下唱歌跳舞，让他选一个。怎么有那只？你作弊、啊？没有啦，你什么都没有听到，在讲那个是语助词。我是说早安你好，各位。对，早安你好。好，要再这样，不用睡了，抢到为止。现就算是现在，还有200多张在线上。哎呦！哇！哎，谁说主卡怎么了？主卡是 C 呀、啊。但是你各位有没有去参加抽奖了 ？OPPO 的粉丝团。哎，两格都一格。他置顶贴文，好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夜曲，夜曲你来，你要选择唱歌、跳舞，还是用屁股写字？都不要滚啊！行，没有办法。没有，我要做刚他们做的那个。你要做他们做什么？英雄好，叶许说他也要模仿英雄，让大家猜。好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代理哦，这个发牌对不对？发牌嘛，对不对？凡人啊，凡人。这谁？这谁？应该是凡人吧？哦，对，我想要看你刚才做的那个动作的英雄，他的大招。啊，手呢？手呢？你还真的在给他整一些手要有动作吗？我不知道手怎么用。你这个是被一线的，是不是？我但是也被控了，但是还是有人对你很好啦，只是他有猜出来是海洋，你要对他们好一点哦。好啦，我觉得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好，可爱视角，可爱人，这真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场咯。那你们想要弄谁啊？不对，你们想要看谁被惩罚？可爱跟凯文一队，然后其他三个一队。我觉得凯文可以唱歌，因为我有听他唱过105度，很闹事哦。可是我要跟着唱哎，我又要跟吗？当然了，我会唱歌哎，没有办法啊，就是也可以他在那边唱歌，然后你在旁边伴舞这样。好。哦，谢谢你。哎，不要再喷了好不好？喷到你够了。我以为你够了、哦，还在补。燕娜干嘛？凶起来！燕娜没闪。你接我！凯文，哇！我就这样看着你。耶！凯文哥哥。所以你要负责唱歌，然后你要在旁边这样起立蹲下。这样就看完是什么了？谁可以这样子？你在做早餐哦。我刚看到你在做样子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就一直这样啊。他唱多久？就唱一段。好，对，你就这样起立蹲下之后就开始一堆他这样。可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。怎么了？耀眼的爱105度，在你滴滴清澈的蒸馏水。好 ，OK。他唱完了，你做了什么？他唱，我做了。你做了什么？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嘞。你刚才那个动作，我是觉得不给过啦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觉得不给过啦。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，他们一直叫你卖萌哎、欸。卖萌。可爱五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，第三拍怎么？哎呦，好，第四拍。不然这样，第四你就这样喵。对，要歪哦，要歪，身体要歪，喵。要放旁边，放脸旁边，放脸旁边，喵。第五拍，背对大家要比个耶。好。翻过来比耶，这样。不行，我要翻过来，然后比耶。这样
你又不可爱啊。可爱啦。OK， 好了好了，放你一条生路。OK OK， 希望各位挑战者们今天玩得很开心。然后刚才我说了，这只手机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啦。再跟大家说一下，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它的拍照功能。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我自拍耶？但是我个人是蛮想要自拍给大家看的，好不好？是不是看起来画面真的很美，对不对？那么请五位选手帮我站到这前面来，我们一起来自拍吧。有吗？好，OK， 好哦，谢谢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开季见，拜拜。